哎，你好。填充了。赶紧拿吧。啊，有什么事？没事。上去呀。我打的太大了就不行，够不着了啊。对啊。那客户打那个图还挺好看的。他给我拍了个照片。肯定是卖量，我跟你说。打到那？没有这个成绩。这个暂时我也不行。我不负责，我是负责销售。反光是吗？嗯。那个有点小，是吧？采购。你想，他要是打个杯子，最起码得打一个大的。回头用的话，我接上你电话，然后给你联系嘛。我下次差不多。我在外地。啊。哦，还能再打，你看了吗？我什么都用。这样还能都打错了。我们现在的话，然后有这个图就好，然后是会用哪个程度？还能再大？再大就行了。哦。它落差很小。嗯，这个行。行，好的，谢谢你。原因就是它很好打，这个十瓦的小。啊，也就这么大了啊。嗯。最大了。嗯。